根据油嘴固定套适配表，找出需要检测油嘴的适配固定套，拿出一个5号内六角扳手，从替换套件螺丝拆卸口慢慢把螺丝拧松，取下套件，把需要更换的套件孔对准探头轻轻装入，旋转套件找到正确卡口位置，用5号内六角扳手再次通过螺丝拆卸口把两个螺丝拧紧，打开电源开关，打开光源开关，对比探针和油嘴长度，以防油嘴碰上探针，轻轻把油嘴套在探针上，观察屏幕图像，观察油嘴内部是否有脏污、划痕、损伤，也可前后轻轻调整油嘴，调整观察范围。如有图像不正，可拉开左侧保护罩，轴向旋转光学卡口。检测结束后，轻轻取下油嘴，关闭光源开关，关闭电源开关。